好安全。Full Gear 嘅小妹，拍加油拍拍 Rocky， 有冇睇过 Rocky 啊？有冇睇过 Rocky？ 冇睇过啊？你继续拍，有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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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覺得你影錯咗重點啊！唔係，你應該係影佢嘅手瓜 ，sorry。你影錯咗重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余波啊，今天很开心，现在出去观塘买餸，原因呢我就约了一班观众出去野餐，现在 channel 做到现在呢，一路以来有不少人帮过我啦，而这一班人呢是属于在我很早很早很早期已经帮我手的人，包括有拍250孖佬时期的班底啦，有一些你们见到影片的字幕组全部都是义务的。咁有時大家見到出片出得咁快，又有啲品質呢，某程度上多得佢哋幫我哋起字幕，冇錯，多得他給我勇氣，真的要多得他，會使我懂得。好，繼續。咁所以有個 group 我就決定約曬佢哋冚家出嚟野餐，冇噶啦，俾唔到錢，要做嘅就可以做呢啲嘢咯，盡量對佢哋好啲啦。咁我哋今日呢的行程就是现在去瑞和街买餸，然后出去西贡，应该是大网仔啦，一些可以摆车的地方，就进行这个野餐的活动。而今天 Mary 呢全车是背住了重装的，包括我舌底下面有个大保温袋，挤晒所有煮嘢食的工具，舌底所有都是拍摄器材，尾箱有个士兵头盔，转头要车 Swing， 他会帮手拍嘢，还未计买餸。咁係咪全部人都有揸電單車嘅呢？就並不是嘅，有啲人當中係冇牌或者未考到牌啦。咁佢哋揸嗰啲 R3 啊、Ninja 250咧，佢哋全部都係拎唔到嘢噶。咁啊，一人一個背囊。而我呢個揸羊同埋阿峰250試騎呢個幫手揸機嘅阿峰咧，佢都係一個重裝備嘅人士，佢係會揸佢部 AK550 車曬所有嘅嘢。唉，我要去瑞和街，我行錯路添，撲街啊！我應該行山路落去啊。算啦，唔坐都坐咗啦。挂住讲嘢就系咁样噶啦，我谂今日一定好开心嘅啫，所以我就唔喺呢度讲咁多嘢啦，我哋之后就会用影片交代啦。哎呀，哇！你企喺隔篱先啊！或者有很多有經驗的司機揸車的時候，運用了自己咁多年嚟嘅經驗，你不小心聽而走險嚟欺負你，誒嗰少少位夠過啦，唔使打燈啦，仲識俾五我，好啦，俾翻個五你啦。哎呀，哎呀，揸車喎，香港喎，爭啲俾人收皮啊！就一起去買餸，因為我哋話明去野餐咧，咁啊都係要揾啲嘢食啦，扇貝、花甲、蝦就係咁樣。魷魚啊！魷魚，啲魷魚。你好。係。野餐買餸。竟然喺街市都會遇到我嘅觀眾，真係搞笑。
佢要爭啲咩啊？我喺度揾緊青魚、多春魚，但係呢個啲多春魚咧，佢既又貴啦，又雪到死曬喎，即係佢已經雪到抽乾曬啲水分，啲多春魚真係唔得啦，呢啲不了，我攬翻出去啦。之後就入西貢百佳，係啦，西貢。好簡單就買完餸啦。我明今日重裝，當然要有頭盔啦。你之前戴嗰個係開面啦，這個係 full face。係，這個我要幫你扣，你未必識扣嘅呢個。我高頭啊。這個是雙扣式，所以是扣得麻煩一點，看他們怎樣先。Are you okay? Okay. Okay. 我要介紹一下這位朱總，可不可以告訴我為什麼你接近會變成這樣的？被的士佬炒了。是本地的的士佬還是台灣的的士佬？台灣的的士佬啊。冇錯啦，佢今日嘅座駕就係呢部 AK50 卡車。我試過咁樣拎住個貓砂盤翻屋企，你個個唔係啦。你部車咧？我唔見你部車嘅。我喺你前面咯。咁最頭嘅阿峰咧，車住跛腳嘅朱總，兼且全身重裝備，充滿住食物啦、架撐啦，再加支360 cam， 咁佢就帶頭出發啦。然之後就係 R3 同 Ninja 250，咁我就包尾。有啲咩事呢？咁我就會識入去啦。咁另外咧，仲有兩個人會各自入去嘅。第一個就係冇車嘅小妹 Bonnie， 另外一個咧就叫做杜卡迪的男人，而阿 Swing 咧就坐喺我後面。OK 嘛？嗰种咁紧张嘅感觉啊！啱啊，开心愉快，我都未试过咁样出车法啊！即系孭住咁多嘢之后出车，系 full gear 啊！跑加油跑快 Rocky， 有冇睇过 Rocky 啊？有冇睇过 Rocky？ 冇睇过啊？你跟住拍，有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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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好啊！依家咧，我哋出去接亲爱嘅女观众 Bonnie， 顺便去西贡买啲嘢，因为我哋啱先喺瑞和街买餸未买齐，太多人啦。你跑西沙唔夠我快噶，好安全。你系 Full Gear 嘅小妹，识上车又可，好上啊！咩啊？落车啊！得唔得？影住晒啦！
好，老豆簽名簽名我同啲觀眾們燒嘢食喺呢度。我同你阿媽兩位嚟釣魚。係啊，堅係老豆老母。好啦，好嘢，見家長啊，各位。我老豆老母，真老豆老母。俾啲空間我，真係搞錯。講創意㗎嘛，你有冇創意？呢個都你中意咪卷塊煙肉咯。我 feel 到佢真係好認真。呢個我都有食過喺。哇！但係咁樣好撚難吉喎，睇下先。冇嘢可以吉㗎，真係。都有嘢。吉菇咯，啲菇得唔得？吉定係點啊？唔係啊，啲菇咧係可以整呢個就咁樣推一下，即係就咁推一下。教學過程。之後咁樣推一下。加深落去。我覺得你影錯咗重點啊！唔係你應該係影佢手瓜 ，sorry。你影錯咗重點，跟住由手瓜一嘢推落去佢啲牛度。我想洗咁啲嘢先好过，我唔想过，即系点讲啊？诶，总之就尽量洗一洗先咯，可以洗到嘅冲一冲咯。翻到去唔使洗咁辛苦，虽然都要洗。今日野餐就系咁多啦，因为。一路燒嘢食嘅時候都冇乜機會拍片，咁所以呢條片咧應該會用一啲 snap 嘅形式俾大家睇嘅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今日呢條片去到咁多，唔知道之後仲有冇機會同大家會揸車出去其他地方食下嘢、煮下嘢食咁樣。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、like 我個 Facebook page 同 follow 我 Instagram。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